嗨嗨，各位，我是洛丽丝丝啊，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个月份呢是马来人最重要的节日，因为他们有禁食月份，就是他们要凌晨到傍晚才能开始吃跟喝，那这期间他们是禁食的这样子的情况。虽然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文化这里都差不多相似，那对我来说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，所以对这一方面没有觉得很大的差别。来到新加坡这么久，还没有带你们看过这边马来西亚人摆的摊位，所以带你们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文化，然后看看有什么美食档位呀。好，售卖众多的精品以及地毯。这里有分三大 zone 区，到啦，这条路龙就到了。这区的斋戒月市集全是食物摊位，食物上的选择可以说是极严其多。看到很熟悉的马来粽，马来语 Ketupat。买了一盒冰淇淋，因为还没有找到要吃什么的食物。然后这边一样，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没有位置好坐，所以买了东西就要找。好大声，音乐好大声。总之买了东西就是要找一个位置吃了。好，叫小杨再买水，我带你们逛一下这个整个巴沙马兰，大概给你们观摩一下。等那吗？来逛一那。来装一点点水的不一样。走。这区的斋戒月市集一半是卖食物，另一半可以去逛逛走街的。这里还有众多家娃娃机，突然发现还有一个场景，就是小孩子们的天堂。透过同事的介绍来试吃这个，点了鸡肉口味的试试。
嘴馋又点了一份海苔薯条。终于吃到我的歌包啦，是有点辣，它里面是长酱，鸡肉、生菜还有酱酱料，它外面一层的酥酥的米粉也是很好吃，都是很硬，对我们牙套整良好。不舒适人呢、啊、现在是在这个 HDB 楼下吃，因为刚才你们也看到在那个环境全部都是打包，然后没有位置好坐，所以现在人呢还没有回家，这边吃我们的晚餐。这场的斋戒月市集是我逛了两场之后觉得最漂亮的。大家都在买鞋子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摊位的鞋子，成千上万的鞋子，好夸张！哇，到这边就是会卖一些他们买人的服装啊，或者是啊，就是这个一摊做花纹的。这个我曾经有做过一次，看这边也是一样有卖他的马儿衣服，这边是一堆零食，你看一堆零食，好多零食哦，欢迎你们看一下。进到来是专门卖食物区的，然后看到两排哦，都是有卖食物的咯，然后当然这边地方会显得有点小哦，好热，对，那天吃的锅包肉看得到吗？看到呗。可爱的小姐姐在打招呼。好多人啊，我现在卡住了，我要讲出去。它就是一条长长的楼龙头，现在就是走完一圈给你们看了，然后我们吃了两样食物，好像很上火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叫这些食物吃。给你们看看前面的风景好美，他们布置到街道。